你凭什么骂人啊？他怯吗？哎，我说你讲不讲道理？把手指给我拿开！说你会有理是吧你？拿开！哎，你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我让你打他，我还坐着呢。你动手！别动手！别动手！哎呀，别打架！别打架！阿姨，别动手！哎呀，别打架！别打架！阿姨，别动手！哎呀，别打架！别打架！阿姨，别动手！阿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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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打架！
来，过来，过来，送医院吧！哎，我背你，我背你，我背你，腰背，哎呀，我饶不了你们，腰背，腰背。 2天，最多3天。上海，爸，住宾馆4星级。哎，朋友让我过来看个项目。哎，您入一大股，我家一小股。那有风险，我怎么会投呢？<笑>好，爸，钱带来了。奶奶呢？推进去了。那你还有心思打电话啊？嗨。 男人要挣钱嘛，哪儿都要花。谁是吴翠花家属？我。病人心血管狭窄堵塞，现在又发现新的堵塞点。如果你们同意的话，就一起做了吧。这是单子，同意的话就签个字吧。这在哪儿签啊？这是。我看看。你看，都是老一套。当然，这一次都3个支架了。 喂，刘总，马上，我现在在医院，我这个项目是医院的。哎，医生，请问一下，手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一会儿就出来了，小手术，放心吧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这上面的交过了。我垫的。 这不就加个支架，等一下还给1万多。刚才那电话你也听见了，只赚不赔，3个半月翻1倍，这12000块，今天肯定也要打过去。我没带。取，我在这等你。等奶奶出来，我想看她。等什么等啊？ 起码还有1小时呢。奶奶出来告诉他，我马上回来。哎，楼底下就有提款机。我的卡被吞了。怎么会被吞了呢？总不会只有1张卡吧？我去就回。哎。 哎，你不取钱到哪儿去啊？哎，出租车，走不走啊？算了，我还是不要了，不好意思啊。 我订2楼你最喜欢的那个位子。啊，哼，餐具换没换，这倒不晓得。对，行，那就先这样，不说了啊。啊，喝水吗？
你又走路来的吧？瞧你一头汗。我们认识有2年了吧？046天。记这么清楚？我自己有一张计划安排表。 所以记得清。啊，你那张3年计划表。嗯。嗯。你是个做事的女儿，不婆婆妈妈，遇到事情分得住轻重，我很喜欢。但是接下来我要跟你说的，可能会有一点……没关系。 今天晚上7点半，我跟吕倩约在老正兴，那是9年前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。跟我说这个干什么？他想跟我复婚。 说实话，她是我唯一爱过的女人。我希望你不要讨厌我。你喜欢过我吗？你呢？到目前为止，我只喜欢过你一个人。 对不起，没关系。但我更喜欢事业，喜欢工作，挣钱。我会帮你，你是公司最好的员工。明天我还是你的助理吗？这个职位对我很重要。家里人以为我在上海有车有房，有男朋友，日子过得很好。